里山地区的种植的山葵哦，大家都种植在郭尔林地内。有些葵农为了种山葵，必须要有维持一定量的阳光照射进来，所以呢，他们会把从底下到上面蚊子式的枝叶，有的更惨哦，几乎枝叶都被打掉。在106年年底将土地全面收回林管。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